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我哋请到我哋嘅 model Moni 同我哋介绍一下 Leica 嘅镜头。Hello， 我系 Moni 于，咁我做咗 model 就已经有3年噶啦，咁今日咧就好开心，有一班用呢个手动对焦镜嘅朋友就约我出嚟影相，就觉得好特别啦，系啦。 嗱，我講下啦，其實呢支鏡頭咧，你望呢，你攞下，好重，好追手。係啦，咁其實咧重又唔算話十分重嘅，大約係800 gram 到，但係呢支鏡咧其實就比較實心啦，無論係玻璃部分啦，或者係鏡頭部分咧，都係好足料嘅。咁其實呢支鏡咧係講緊咧1943年左右啦，至到係60年代咧出產嘅，咁只係出產咗咧。 4000支 左右，咁其實到而家咧仲可以 keep 到咁新淨咧，你講緊係大約係75歲到60歲嘅年紀嚟㗎啦，呢啲鏡頭，咁都可以 keep 到咁新咧，其實都好難得。你睇下嗰個好新淨嘅，新嘅一樣。係啦，咁幾十歲咧，就算我都已經好多皺紋啦，好多瑕疵啦，但係呢支鏡嚟講咧，仲係 keep 到咁好咧，係好難得嘅。係啊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好特別嘅，莫尼都覺得好得意嘅。 就係咧，佢影出嚟咧，嗰個後邊個背景咧係好誇張嘅，少少嘅嘢咧，佢就會化到好誇張咁出咗嚟咯。咁呢就係呢支鏡嘅特色就係咁啦。咁我哋而家試下咧，用下呢支鏡咧，我哋係影下相，睇下嗰個效果咧，你中唔中意嘅？好啊。 自从遇见你的那天起，我已经忘了自己。无论走到什么风景，白天、黄昏、黑夜到了黎明，听来的那些流言蜚语，当浮云飘过天际。 我会用时间证明，全心全意去爱你。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，让我抱紧你。你是我唯一的、唯一的、唯一，再也没有谁能代替除了你。 要与你分享我的一切，我的生命，哪怕有一天被糟蹋丢弃，你是我唯一的、唯一的、唯一，请让我永远陪着你，守护着你，为你挡风遮雨，只要你说愿。 其實咧三言兩語咧就未必講得到每一個產品嘅細節嘅。咁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係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嘅門市，我哋有同事啊，或者我親自咧可以講解一下、介紹一下產品嘅細節，同埋分享一下啲其他嘅相片咧，俾你去睇嘅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頻道咧，歡迎你俾個 like 我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！歡迎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 Thank you.